是陈德满轩，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是 Quadas 数位多功Quadas 的数位逻辑，数位电子以及的数位逻辑的 EDA 部分。那上一题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数位数多功显示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做第二题键盘扫描装置。那 Compile 跟 EDA 的部分。Compile 跟后面的脚位的部分呢，因为设备关系，暂时还没有办法解决。今天的部接下来的两题，我们就会进行程序绘图的部分。那 Compile 跟 Pin 脚的部分呢，到时候可以自行 Google 做详细操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做第二题。第二题是键盘扫描装置。那首先呢，我们需要7个 pin 角，7个 input 不是 pin 角，7个 input。我们说一样呢，打上 input， 然后放上7个。放上7个 input， 接下来我们放11个 output， 放远一点8 9 10 C， 好，我们把11个 input 放好了。再来呢，我们要放来。宽一点哈，你后面一点，好，我们宽一点的空间。好，那中间的部分呢，我们要放一个 not 3，一个 end 2，两个 end 2，一个 DFF 743937424169674493平衡，跟两个 not 3，还有一个 ground 跟 VCC。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放74393，我们要放两颗，放两颗74393在下面，然后呢，我们放一颗74196。接下来我们放一颗7442跟7493，7442跟一颗7493。三颗 DFF， 以及我们需要一颗 NOR 三闸，反的 OR 闸。没关系，我们需要一个 OR， 然后呢，我们再一个 OR 三。放。然后我们需要两个 end 闸跟一个两个 not， 六个 not 闸，两个 end 闸。我们要打 end two， 注意打出 end 闸。接下来我们需要六个 not 闸，反闸。我们需要两颗，一颗在上面，一颗在下面。然后呢，四颗在这边。这让我们方便之后做调整使用后，然后呢，我们一样需要一个 VCC 跟 ground， 那个 ground， 好，那我们有放 7C64 吗？没有，我们没有放 7C64， 所以我们还要再一颗 7C64。好的，这样子我们基本上要放的材料都完成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接线的部分。首先呢，7442跟74196我们要做相反，把它 flip 掉。我们只要按下这颗就可以让它反过来。
好，一样呢，我们做连接 ，do c b a。那聘小的name 的部分的话呢，在讲义上面会有聘小的 name 部分，这部分我就不再去重新填写，我就不再做这边做填写部分。好，今天我们做接线部分，然后呢，四颗 nut 闸呢排在这边，我们需要将 2E0 连接到。O1N O2N 分别 O3N 呢分别连接到四颗 nut。好，然后呢，我们将四个 output 放到这边来。这边的话呢，就算完工了。接下来呢，剩下三个 output， 我们需要放一个 end 啊，在7160这边 QAQB 一样老样子，我们三体永远只接 QAQB， 7160只接内容，只用它 QAQB。接起来吗？看起来接起来，好。然后呢，把一个 input 放到这边来。接下来呢，我们放 diff 的部分。diff 的部分需要两根 input。我们将三个 diff 的珠跟珠连在一起。好，我们中间预留一点空位，以利后续的接线。接下来呢是7164，我们把它接下来。7164我们也把它接下来，那草先放旁边去，7393放这边。好，7164部分一样需要一个。NOR2 闸，然后呢接两个 input， 两个 input 的上头上面，呵呵，一样需要两个 input。已经完成了，好，接下来7160的部分就已经完，算是完工。那我们一样呢，把这几个。啦，等一下会比较好操作，其实是比较好看一点点啦，对啊。好，完成了，那我们把这样往外拉，一起接往外拉。一样呢，我们要把。Clock 呢接在一起，CLRN 呢接在一起，接在 A 的部分，这部分是一直都是这样操作。那接下来我们连接上面部分，因为这下面部分要稍后才能做到。好，那接下来我们需要个 VCC， 我们需要一个 VCC， 把这几根呢全部接起来。CLR1CLR2 接起来，然后呢那闸呢接到 LDN， 然后连接一个 input。 接下来是两个 input 呢接到 猪 跟 c 上面。哦，因为稍后配线也比较相关，所以我们会把片脚往外拉以作实验。那接下来呢，7419 呢一样跟
7442呢，一样做 A 跟 B 的连接，一样是 B 接 B A 接 A。那7493呢，一样做 B 接 A C 接 B 的概念。那我们先把它理过来，让它平均点 A 接 A，B 接 B。然后呢，B 接 A，B A C 接 B，稍等一下啊，等到 C 接 B。就这边就完成了，然后呢，猪 C 接 D，猪 C 接 D。那接 D 部分呢，我们就拉一个鼻线到接 D 部分。哦，可装了74393，我们等下把74393移开哈，因为也装了74160了。好，没关系，我们从这边穿过来。那我们把74393放缓慢一点点，不要让它接到线。哇，撞到了欸，这不行。那我把 2 跟 C 到外面一点点好，因为没有关系。哇，它不给我动，还是要缩小一点比较有用。好，我们一样把滴滴穿过去，点穿过去。好，两株 C 九滴滴，我们串到7160，哈哈，把它火一半。哦，这不影响啦，对啊。拉过来一点好，因为这比较没有。好，看到了。然后呢？74393的我们把它移过来一点点，74393闪边区。然后呢，我们将7493连接。接下来我们需要 N 瓦跟 N 库，连接它的 Clock B。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 input 接在 NOR 3的第三根。然后呢，一样，把它打开来，因为我们等下需要一个 NOT 去连接它。我们把两个拉外面一点点。接下来呢，NOR 3呢，一样接 B 接 A。再呢，我们需要一个 NOT 呢一端连接 N 的闸。接下来呢，我们把 RO1、RO2 呢这一题呢要把它接地。我们这边没有猪 C 已经接地了，所以呢我们很方便的，我们只要把 RO1、RO2 接起来，把它拉到接地这条线就好了。这就是为什么呢？其实范例上面呢是分别拉很多个 ground 跟很多个 BCC，但是它一定会混淆。所以我们以我个人的理念就是我能尽量少尽量少，所以我的个人习惯都是。包括和实体的电路都一样，我会把所有的地跟 ground 的线呢共用起来。那缺点就是呢，如果其中一个断了，那就断，那就死了。不过通常其中一个断了，那也就死了。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把 RO1、RO2 接起来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连接74393的部分，那跟 DFF。好，那74393跟 DFF。我们把 DF 拉过来一点点，那这部分相对复杂一些。74393我们拉来这边放好。接下来呢，74393呢需要放一个 pin 角在 Alpha One 的地方。剩下呢一只角呢，我们做，我这多放 pin 角，看一下哈，1234。5、6、7，我多放一根角，难怪总觉得少了一个东西，多了一个东西，好，把它给累掉。好，我们把 pin 角呢接到 Alpha One，那 Alpha One 这边呢要跟74164的 clock
crack 连接，然后把它跟 crack 连接，让74393的一部分完成。接下来呢，一样呢，74393的两组 crack 呢都要做接地，所以呢，我们一样呢把它做接地。好的，那个我们一样呢将 crack 一跟 crack 二呢接起来，然后我们一样把它接地。接地牢牢接地端，把基地确认一下这个是不是地，不要记错。好，当 OK 了之后呢，393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呢，Q2 猪永远去接 F1。然后呢 ，F2 呢永远去猪接 Q1 猪。我们捞上面比较看。Q1 猪拉出来，记起来。好，这边一样画弧度。好，接下来完成之后呢，我们需要把 Q2 猪呢跟 DFF 的三个箭头呢，以及一个 ENDR 的其中一个角记起来。所以呢，我们先将这个角拉出来。然后呢，我们把它接在一起，连接到 Q2 猪。好，这边就会出现一个叉叉，这个地方要注意，不要让它跑出来，不然会出现错误。把卡牌的时候会出现错误。然后呢，我们将它跟 N 夹。接在一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纳闸的部分。纳闸的部分呢，我们要将这个 CLR 呢跟这个猪呢，不对，跟这个点呢接在一起。放在这个位置，接下来，那我们这个猪呢，一样把它接地，然后接地处，感觉好了。那这两个点要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接一个 VCC， 所以呢，我们把它接起来，然后呢，连接到我们 VCC 这边来根线。VCC 接根线，好 ，VCC 接根线完成了。那接下来是，很烧，好，目前看起来是已经接完成了，对，我们接完成了。那以上呢就是第二题的键盘扫描装置的连接。好，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可以在影片左下角点个喜，右下角点个喜欢，在左下角点个订阅，随时订阅我的频道，随时订阅我的动态。我是马宇轩，接下来第三集即将上市，上传，谢谢大家。